被撬的保险柜，超百万黄金珠宝不翼而飞。查阅监控，却发现被值班人员恰巧关闭。是监守自盗，还是盗贼技高一筹？有效线索极少的现场，该如何寻找案犯？珠宝被盗之谜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清晨，小王像往常一样去珠宝店上班，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工作。可让小王没想到的是，当他走到店里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珠宝店被盗了，这是小王的第一反应。惊慌失措的小王立即给珠宝店老板打了电话。 黄金基本上全部丢完啊，还有那个铂金，还有那个玫瑰金，钻石丢了一点，还有玉器。接到电话后，李老板急急忙忙来到店里，眼前的场景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放在珠宝店里的三个保险柜，其中两个被撬开了，里面的珠宝首饰被洗劫一空，而另一个保险柜完全不见了踪影。 对我来说的话，我们基本上每个店里面每天晚上都有收到好几个里面，这个最安全的。李老板说，他一直认为每天晚上把这些贵重物品锁在保险柜里才是最安全的，没想到保险柜并没有保住这些物品的安全，被盗的各类珠宝首饰共计170多万元，被盗的金额大概有170万左右的这么大的一个案件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也是议论纷纷。李老板开的这家珠宝店位于沿河县关州镇的闹市区，与镇上最大的一家超市共用一个大门。超市和珠宝店里除了有监控设备外，还有值班人员看守。那么，这些贵重的珠宝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就被盗走了呢？带着种种不解，技术人员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 保险柜全部是用薄的撬开的，然后后面再给保险柜上也发现了有一些轻微附着。除了这些擦痕，现场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民警认为这应该是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大案。通过对现场的勘查，民警发现超市的大门并没有被撬得痕迹。那么犯罪嫌疑人是从哪里进来的呢？发现。 在超市的后面，那个窗子有一个茶叶柜，茶叶柜它是叫挪开的，然后超市是窗也是半开状况。民警推测，盗贼应该是从超市的后面撬开了二楼的窗户进入超市，再由超市来到了珠宝店里，然后实施的盗窃。在超市后面的窗户上，技术人员也发现了相关的线索。 玻璃上发现了一些指纹，指纹提取以后，然后后台湾进行处理，然后发现是超市的工作人员。这个发现让民警感到很吃惊，超市工作人员的指纹怎么会留在被撬开的窗户玻璃上呢？难道是监守自盗？走访中，民警发现，除了被盗的珠宝外，超市内柜台里的部分香烟也被盗走了。 同时，民警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疑点：现场的保险柜是被暴力撬开的，可值班人员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所以我们当时分析，作案内部勾结作案的事情太大了。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个判断，沿河警方计划调取珠宝店和超市的相关监控视频。监控当天，这作案当天，它实际上是关了，它内部员工他自己关了。 值班人员为何会关闭监控系统？民警赶紧找到了当天的值班人员吴经理。睡在里面的话，有声音嘛，就关了。因为主要是考虑到那个我收银台那里有监控，收银台的监控也是24小时的。据吴经理说，他来这家超市上班才2个月时间，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值班，主要就是负责对超市和珠宝店的看守工作。
累了就在超市的监控室内休息。对于为什么会关闭监控，吴经理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监控系统的服务器工作噪音太大，会影响他的休息，他每天晚上都会把大部分的监控给关掉。因为超市发生这么大的盗窃案，他又在这个超市里面值班，同时呢又把这个视频监控呢关掉，所以说我们当时也考虑到，是不是这个经理或者有些问题。民警又去调取超市内的其他监控，希望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让民警更加没想到的是，6月23号凌晨1点左右，超市内竟然停电了。停电以后你出去看没有？停电没有出去看。你没出去看？没有，我以为是正常停电。发现停电以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没有。据吴经理说，由于当时下着大雨，他以为是大雨导致了整个镇上都停电了，便没有多想，就继续上床睡觉了。等到6月23号早上起床后，他发现还没有来电。为了超市能够正常营业，他准备用柴油机发电。这时他才发现，超市内的总电源开关被人为的关掉了。虽然说吴经理的解释似乎都说得过去，但是警方并没有排除他的嫌疑。因为有一个重要疑点，吴经理必须解释，为什么当晚嫌疑人暴力打开保险柜的时候，他居然听而不闻？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值班室的话都是关着门的，又离一点距离，所以就没听到。从珠宝店到吴经理所在的监控室有20米的距离，中间隔着两道门。据吴经理回忆，当晚他并没有听到有异常的声响。民警也对吴经理所说的情况进行了侦查试验。侦查员在吴经理睡觉的地方，去床上睡去，然后呢，我们这一名勘察的人员呢，就用这个手和锤锤呢，在这个保险柜上呢敲打声音。如果说是一般的声音，是根本听不到；如果说是用力黑石敲，确实呢有一点点声音，但是不是很明显。虽然珠宝店到监控室只有20米的距离，但是一旦把中间的两道门关上，确实很难听到外面的响动。但是仅凭这一点，民警尚不能完全排除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沿河警方决定先从外围入手，对案件展开调查。200米内都要做现场勘查，视频侦查中队对案发现场、中心现场以及案发附近，包括来自整个广州镇长沙镇街上的一些视频监控进行调取。就在视频侦查民警调取周边道路监控的同时，技术民警对案发现场外围的勘查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在距离现场100米远的地方，民警发现了被盗的7条香烟。盗贼得手后，为何又把盗来的香烟丢弃在此？此时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技术民警又继续向外延伸勘查，在200米远的地方又有了重大发现。这个废旧房子里面发现了个小的保险柜，因为这个小的保险柜呢，没有被破坏，也没被打开，还发现了一个3个这个安全帽，同时呢发现了3件这个雨衣。有一个安全帽呢，上面有总体2局一公司的一个施工的安全帽。在沿河县的周边，大大小小的施工项目很多，安全帽所对应的那家公司的项目就有好几个。如果是该施工单位工人做的案，他们怎么会把带有公司名称的安全帽丢弃在现场附近？这不是故意暴露自己吗？另外，民警在附近搜查时还发现另外一个崭新的作案工具，就是撬保险柜所使用的撬棍。这个撬棍上面则带有生产厂家的名字。能够留在这些现场，当时无法解释这些东西。当时我们也以为是，这作案的人呢，在误导我们。
随后民警对附近群众进行了走访，希望在走访中找到线索。与此同时，民警也对关州镇区域内以及沿河县周边的工地和销售撬棍的五金店进行了排查。第一个就走访到了这个北大超市后面邻居，他跟我们讲了提供了一个情况，他在两点过的时候起来上厕所接收的时候，发现这个超市后面这个厂子呢有一个人在那儿扒起，当时呢他无意识的就说了一声有人在偷东西，然后呢这个人呢从那个顶上呢跳下来就跑了。由于当时是凌晨两点多，这个目击者也不能确定他看到的就是进入超市盗窃的嫌疑人，所以便没有报警。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警方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在逃离时被人发现了，在慌乱中为了能够尽快逃离，这才把不算值钱的香烟和沉重的保险柜给丢弃了。配合这个犯罪嫌疑人跑的时候是非常惊慌的，惊慌的跑，如果你保险柜抱着跑，后面有群众来追，你肯定跑不脱了。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警方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大概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随后民警根据这个时间点在道路监控中找到了嫌疑人的踪迹。我们找到他们三个人的轨迹，比如说他的这些帽子、这些颜色、这些他是没得色差的，这个对我们开展后期的这个辨认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原始条件。从监控拍下的这三名男子的衣着特征来看，他们所戴的安全帽与案发现场附近嫌疑人丢弃的安全帽颜色完全一致。进入这个监控这个视线范围里，把头往下抬，所以说完全看不得这个名牌。然后手上提了两袋东西啊，然后又落了一条烟，我们就怀疑就是这个超市的这个作案人。根据他这个逃跑的方向，我们继续调取监控。民警一路进行视频追踪，到了关州镇开发区附近就不见了嫌疑人的踪影。尽管几名嫌疑人一直低着头，但依然有多个监控拍下了嫌疑人的侧面图像以及他们的衣着特征。对周围的住家，就是重点人口、外来人员进行排查。通过排查，警方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难道这伙人是流窜到此作案的？如果是流窜作案的话，嫌疑人一定要有车辆。侦查人员随即又对进入关州镇的车辆进行了筛查，或者就是骑摩托车，或者这些三轮车这些车辆，因为这些车辆如果像这种的话，我们就能够经过是看到的，拍的但是没有发现，怀疑这个车后。不过在排查中，一辆汽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发现他的往永和方向开，而且他没有走这个高速路，说他走的是关注到永和的这条老路。从关州镇到沿河县城走高速公路的话只要20分钟的车程，这辆无牌车为何要花一个多小时走老路呢？从监控上看，这辆无牌车并没有明显的特征，行驶到沿河县城之后就不见了踪影。作案后他逃跑的最后一个点的那个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城乡纠纷。专案组迅速安排了警力到沿河县城周边的乡镇进行查找，同时民警也对这辆车出现在关州镇之前的监控视频进行了倒查。作案前的头一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到关州镇了，确定这个车以后啊，我们又从在高速的收费站，我们又查到他这个车驾驶室的情况，都发现了有个名牌。从这辆车登记的信息来看，车主叫崔某，家住沿河县和平街道。虽然找到了崔某，但这起珠宝失窃案到底是不是崔某本人所为？为证实这一点，侦查员又迅速对崔某家附近的五金店进行了走访，以寻找作案工具撬棍的来源。发现了有这种类似的有信用工具图这四个字的这种的提出了没，然后我们对这个老板进行了解，这个老板呢确实呢也跟我们回忆啊，在22号那天呢8点钟一些确实有两个人呢
学他儿的买过这样的工具啊，跟我们讲的是父亲呢是用这个微信支付的。经过进一步核查，使用微信付款的人与可疑车辆的主人为同一人，专案组决定对嫌疑人崔某实施抓捕。你是啥人？知道没？警察飞龙，把手机子的，手机子的，小蛋去！他手机子的，那是手机子的。先把看见，哎呦，狼看见。通过对崔某的审讯，他很快交代了另外两名同伙，是其堂弟崔某林和崔某峰。民警随即对两个人展开了布控。然而，此时已是惊弓之鸟的崔某林和崔某峰闻讯后，迅速躲到了后山之中。经过近五个小时的摸排和蹲守，民警才成功将这两人抓获。身上东西。据崔某讲，他是一名大货车的司机。六月初的一天，他开车经过关州镇拉货，在超市买东西时，发现超市里面还有一家珠宝店。此时的他动起了歪脑筋。后面有个厂子。然后窗子的话就是普通的窗子，然后没有什么防盗网之类的东西。了解了超市内部的环境后，他便回到家中，找到两个堂弟崔某林和崔某峰，这三人一拍即合。6月22日中午，早已买好作案工具的崔某等人驾车到关州镇主街附近，又再次进行了踩点，并于6月23日凌晨进入珠宝店实施了盗窃。在得手后准备离开时，意外被人发现。由于担心此人会报警，三人就将香烟和小型保险柜丢掉后逃离了关州镇。三个人本想等风声过后再去销赃，可没想到还不到三天，他们就被警方抓获了。沿河警方在三名嫌疑人的指认下发现了被盗的珠宝，经清点后，这些珠宝被完整地归还了失窃店主。穿梭多家银行，连夜赶往云南，中途换车逃避打击，警方跟踪斗智斗勇，天罗地网抓现行。曾被多次处罚，他为何屡教不改？米粉店里的阴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他叫罗某菊，毕节市织金县人。2019年4月，他被羁押于此。我一岁多的时候，我老爹过世了，然后在我5、6岁时候，两个姐姐被他拐卖了。在我到11岁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独哥哥死了。罗某菊觉得自己的命运多舛，上天一直在捉弄他，就连这一次被关进看守所，他也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不幸。视频中的这一幕是织金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动用大批的警力和财力，通过无数次的侦查和跟踪，最终才获得的成果。一伙嫌疑人被成功抓获，在这些嫌疑人驾驶的汽车上，民警搜出了一大包毒品可疑物。在车上对搜索毒品可能45块。在审讯中，几名嫌疑人都说他们手中的毒品是从境外购买过来的，因此要想彻底斩断毒源，抓获销售毒品的上家，对于织金警方来说是相对困难的事。而就在民警沮丧的时候，主犯赵某告诉了民警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我们还发现就是赵勇的这个上家贵州这边还有人和他联系。
赵某向警方提供的线索是不是真的，民警还需要分析研判。那究竟是谁在和赵某的上家联系？这个人又在哪里？过程当中，我也不是派出了个工作组到云南、到德宏这个地方去工作。不过，通过一个星期的工作，在云南德宏州侦查的民警竟然还是一无所获。不管是卖毒品的还是卖毒品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在前期寻找线索的时候非常困难。通过进一步的落地黑工，黑工查实下来的都是和这个上家联系的这个人呢，都叫罗九九。罗九九这个人呢，因为他是长期这些都是从事拎包贩毒。罗某局知青县本地人，无业。对于罗某局这个人，知青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是再也熟悉不过了。因为罗某局从事拎包贩毒，被知青警方打击过很多次，而这一次屡教不改的罗某局居然直接找到了境外的毒品上家。办案民警判断，这里面一定隐藏了更多的秘密。能够和境外的上家联系，他们就说明一个问题，应该说那一涉嫌到贩卖的这个毒品的这数量呢，应该说还不小，已经不是停留在拎包贩毒那种范畴之内了。民警知道罗某局以前有多次拎包贩毒的行为，但现在有人举报他在从事更大规模的毒品贩卖，这个消息是否真实？目前警方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知青警方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锁定罗某局大规模贩卖毒品的证据？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把这个情况核查下来之后，我们就对罗九九进行立案侦查。对他平时他的住处，他平时开的车辆，然后接触的人员，资金的流动。通过对罗某局的暗中调查，办案民警发现，他在知青县法新路开了一家牛肉粉馆，但是生意清淡，食客稀少。经过几天的秘密蹲守，办案民警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三名中年男子几乎每天都到罗某局的这家店里吃粉，而且待的时间特别长。不管是朋友还是亲戚，你不可能每天都去那里玩。加上罗某又是我们侦查的对象，当时我们推测是不是和贩毒有关系。在调查中，民警还发现罗某局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通过核实，其中有两个孩子是罗某局大哥家的，因为两个孩子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如今都快20岁了，生活上还不能自理。养这么小啊，还有这么多资金，他平时都比较挥霍了嘛。他说资金和他这个开牛肉馆收入这个资金就严重就很不符合。经过一个星期的秘密调查，侦查员发现与罗某局频繁接触的那三名男子分别为陈某、杨某和鲍某，他们四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应该说他们都是属于相互利用一种关系。姓陈的应该是觉得姓这个罗九九赚了一定钱，也就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包这个呢是近期才发现的，近期发现呢是因为他们一起去赌钱，他们两个赌钱输了很多钱。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只有罗某局才能联系到境外的毒品卖家，而陈某三人是想从中获利才整天聚在一起的。目前他们正在筹集毒资，为了尽快掌握这伙人的犯罪证据，知青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成立专案组，对这几个人的动向进行了严密盯控。再通过深一步的侦查，杨东啊这些都是有前科的，我们就更加深信应该说是一个贩毒团伙。进入警方视线的这几个人都曾经因为涉毒被警方打击过，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那么如何才能掌握他们贩毒的证据呢？要知道，侦办毒品案件如果没能现场查获毒品，那后续的侦查工作将会异常困难。时间转眼来到了2019年3月中旬，负责盯控嫌疑人的民警发现罗某局、陈某和杨某三人突然离开了知青县，拉到云南，任意到边境这一带，
有活动，包括这几个人，在从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都在云南边境一线活动的轨迹，我们更加深入判断，他们是个团伙，应该还是在从事这个贩毒活动。民警调查发现，罗某菊等人到云南瑞丽等地转了一圈之后，就回到了沿河县，并没有实际进行毒品贩运。这天下午，另一组民警发现鲍某在贵阳一家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车，开到了织金县。来到织金以后，就联系这个陈荣军和罗菊菊，他们三个见面，当天就商量去购买毒品这个事情。经过一晚上的商量，在四月十四日中午吃完午饭的四个人开始行动了。罗某菊带着陈某等人分别去了织金县城的几家银行。他们就到这个安居的这个邮政储蓄银行就进去取钱了。我们远远的看，因为我们也不敢给得太近。看了以后，接到他们又去这个北大街的工商银行，到这个对面的农行也取了笔钱。虽然办案民警不知道他们取了多少钱，但是连续去了几家银行，民警猜测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并且他们的这个举动还能说明一个问题：罗某菊等人已经和境外毒品上家取得了联系，他们开始行动了。能够四个人聚在一起，又到银行去取钱，你说从又从贵阳又租了台车开起来，我们判断应该说是他们要准备前往云南去贩运毒品。四月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取好钱的四个人驾驶着鲍某租来的车辆上了高速，往贵州威宁方向驶去。为了不打草惊蛇，织金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立即安排民警提前布控。通过前期我们侦查的，我们判断出来，那还是要到瑞丽这个地方去。想到这个路途遥远，还有路上的不确定的因素的很多，所以跟经情色。回国之后呢，李龙也就同意讲，我们还是靠钱给经营，准备在合适的地方就把打掉就算了。然后我们就组织起，就赶到瑞丽。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赶到瑞丽的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开始查找嫌疑车辆的踪迹。然而，办案民警在瑞丽并没有发现罗某菊等人乘坐的那辆车。后来我们通过排查下来，也是发现他到宝山沪江坝这个地方租了一台车开去下。因为他们开我们贵州的这个车子过去比较显眼，容易被阿的边境啊被这些查，他就租了一个宝山牌照的。经过一天的秘密跟踪，民警发现罗某菊等人在瑞丽市区住进了一家宾馆，白天一直没有任何活动。到十六号的晚上，就发现他们几个人提起个大包包出去了。所以当时我们分析的判断，可能是要把钱借给那些商家。去到这上就把钱就拿给上线了，因为当时环境是这样的：宝山在我们去的前两天打的一桩案件是九十多公斤一个麻果案件，所以当时就比较严。商家就跟他讲没得货，喊他等个天嘛两天。四月十九日凌晨，办案民警发现罗某菊等人突然退房了。这个时间退房，让所有办案民警都警觉起来。当时就拎了个包，拎了个东西呢，都上车，然后发动车呢，都往回赶了。结合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我们分析判断，货应该是接到了。民警判断，罗某菊一伙已经拿到毒品了。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以及在路上发生其他意外，专案组下令，等这伙人快要上高速的时候，就实施抓捕。普通的猪就在前面卡口，谁要卡口，其他的猪就跟在后面。来到这个帕当物色检查站前面公路上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七八个车子，就把他们车子就夹住了嘛。
出来，想找点钱给他们看。但是太多的泪水，再多的愧疚，都不是他涉嫌犯罪的理由。据罗某菊供述，他的父亲和哥哥相继去世后，嫂子也丢下孩子离开了家，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为了给患病的母亲和孩子看病，罗某菊去过广州打工，但是2008年之后，不甘打工赚钱的罗某菊接触上了毒品，被金钱蒙蔽了双眼，走上犯罪的道路。你以前是不是以前也犯过毒吗？说的都是没有犯过100块钱的，在看守所服刑一年，2009年出来。到了2013年，罗某菊经不住诱惑，再次走上了贩卖毒品的道路，并再次被警方抓了现行。我俩拿了一点海洛因，又在被公安机关抓了。我在阳安农场服刑3年零6个月。之前那长期从事这个毒品贩卖，那到后期那不吸毒，那贩卖毒品的应该说那还是赚了一点钱。赚了一点钱之后，从为人处事啊，外观表现啊，笼络人心啊，花钱大方啊，这一块都做得相当到位，所以对有人难免的都很相信了，愿意跟到他混。罗某菊经过3年多的监狱生活被释放出来以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开了一家牛肉粉馆，也就在此时，罗某菊认识了陈某、杨某和鲍某等人。时间长了，罗某就和他们几个混熟悉了，其中罗某和陈某还是情侣关系，罗某有时间也和他们去赌博。2018年的10月份，罗某菊在一次饭局上认识了赵某，并在赵某的介绍下和境外的贩毒上线搭上了关系。曾经因为贩毒坐过2次牢的罗某菊深知贩毒的风险，虽然和境外的上线联系上了，但罗某菊对是否要重走老路一直很犹豫。带着我出去玩，认识了上线，喊我和他见面，没见过一次面，然后当时没被说过话，这次我打了电话，他头段时间打了电话，后边人家你过几天来就打我电话喊我上去，你上去给拿着，我就想找点钱来。2019年3月，罗某菊和陈某等人商量说，自己已经和境外的毒品上家联系好了，希望能一起做成这笔生意。最后，他们还前往云南瑞丽等地踩了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几个人商量开始行动，并把出发的时间定在了4月14日。他就到农行取了50000块钱，到这个北大街的工商银行取了35000块钱。加上他身上的有4900块钱，总共就是89900，就是罗舅舅帮他垫了1万块钱，100块钱，就是筹办9万。这次被金钱蒙蔽了双眼，只能好出家，拿了12万8000块钱的彩礼钱了，然后又借了50000块钱的嘛。毒品这种利润太高了，他实际上很多人，他不是说他想给做这个事情。他这样的毒品的这种在高人利润的回报之下，有人也得铤而走险。这4名嫌疑人带着凑来的现金来到了云南瑞丽，联系境外的贩毒上家之后，购买了20块毒品海洛因。罗某菊等人自以为这次的行动天衣无缝，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的掌控之中。